When I close my eyes, I can almost see it. When I take it from. 嘉玲，嘉玲。嗨。就是我想麻烦你帮我做一件事。什么事？因为我前几天呢，就是受伤跌倒，你可以帮我换一下吗？换这个。对。好啊。天哪！这里，对，你小力一点啊！傻小。你近一点，近一点，我有点痛。因为他是跌倒，侧胸很痛。啊！真假的？你小力一点呐！短痛不如长痛。啊！还有力气。哈哈哈哈哈！Cecilia，你可以帮我一个忙吗？你要干嘛？就是我前阵子就是受伤，然后你可以帮我换一下。你受伤？对。可是就是因为这个伤口有点。打，然后我自己换有点痛。好，麻烦你了。好，那，轻一点。好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很痛吗？受伤是不是？受伤是不是？把你伤口弄坏。我被欺骗了。欢喜。你可以帮我一件事吗？好，就是你可以帮我换下 OK 绷吗？我，因为我之前就是这一餐，然后就是伤口有点大，有点痛。就是我们自己换。因为很大伤口，我自己不敢撕。还是我比较弱一点。啊，好。那我直接撕掉会很痛，要不要沾个水什么的？可以啊。你小力撕就好。你小力撕就好，有点疼。Love you. Vicky， 干嘛？你在弄法？你想要弄法？没有，我想请你帮我一件事。什么事？我不是跟你说我昨天破盖吗？嗯。然后你可以帮我换一下 ，OK 绷。现在？对。我东西很多哎。没关系啦，你帮我换一下。很恐怖是不是？你的伤口很恐怖吗？因为伤口蛮大。你干嘛不坐着换呐？能不能那有楼梯啊？白痴哦。哦，好。我觉得有点可怕。我跟你说，他有点就是因为我是撕裂伤。所以你要撕小力一点。很恶哎、欸！啊，我觉得你好无聊哦。屁啦！你这边有没有撕到？最好是这边没有伤口。白痴啊！智障啊！他手很酸，我觉得。对不起，我觉得我手有点酸。你要放桌子。好了，他快好了。好。要不你？我觉得他露出来一些了。我帮你。那我先帮你把这撕掉了。你可以小力一点吗？啊。是因为粘的比较紧。而且我觉得有粘到肉了。对。很脆哦。妈咪，你帮我换这个。换啥？换这。哈？换这。为什么？阿谁来的呀？怎么了？啊 ，Benny， I love you。三八。爱你哟。我也爱你哟。Hello， 我是孙雨辰。影片结束啦。那这次影片的话呢，除了撩妹以外呢，还有一个非常大的重点在于后面这一段，就是你们有多久时间没有跟自己家人说声我爱你了呢？那赶快趁现在拿起你的电话打掉你爸爸妈妈，跟他说声我爱你了。
好了，喜欢我的影片的话，记得按赞加分享。如果还没有订阅的话，记得赶快订阅我的频道，记得开启铃铛哦。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